来乡亲啊，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计划伫春天访问台湾，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因为安尼，所以中国的外交部对美国发出着严正的警告。麦卡锡回应中国的警告，伊讲哦，中国无权决定伊要去倒位访问。I don't think China can tell me where I can g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麦卡锡去年捌几哪届公开呼吁着当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应该访问台湾，而且表示讲，伊若当选议长，嘛一定会率团拜访台湾。这个计划若成真，安尼麦卡锡将会将做1997年以来，伫个金瑞气甲佩洛西了后，第三位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